和妞终于开放进口，在家享受油嫩细腻的油花再也不是梦。准备好和妞纽约客沙拉和橄榄油等，先修去多余的油脂，撒盐调味，油修上来的油脂抹在烧热的煎盘上，以大火将双面煎约各一分钟至上色，静置约十分钟，放入冰箱冷却约十分钟。生菜叶加盐和橄榄油拌匀，和牛切片摆盘，和牛沙拉柔嫩爽口，油脂香好迷人。董新温，台北报道。